好球，就非常的有速度啊。交给吴宗轩，双得分。吴宗轩直线，哇，吴宗轩。给吴宗轩，他只有得分。球，哇，这球有了，吴宗轩的小吊球得分，再交给吴宗轩，哇，这球穿过了篮网人的手哦，林毅交给吴宗轩，好了，吴宗轩打一个斜线攻击，传球。